清康熙斗彩雉鸡牡丹纹缸，高25.5厘米，口径59厘米，足径50厘米。缸铁口，直壁，平底，甲圈足，外壁斗彩装饰，一对雉鸡立于山石上，相互对视，衬以花卉，有牡丹、海棠、玉兰、桃花。牡丹花呈色不一，有红、黄、绿等色。牡丹花朵皆出犄，俗称出犄牡丹，为康熙瓷器上牡丹的典型画法。此器图案绘制精湛，设色鲜丽，画面清晰明快，鲜花怒放，枝繁叶茂，表现出姹紫嫣红、春意盎然的景致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吉祥图案是陶瓷装饰的主要内容，清代瓷绘更是图必有意，意必吉祥。牡丹玉兰寓有玉堂富贵之意，玉兰花有玉字，海棠堂与堂谐音，宋代翰林院有玉堂之称。牡丹又称为富贵花，三花相拥，寓意玉堂富贵。清康熙时期瓷缸式样之多，尺寸之大，制作之精，不逊于明嘉靖、万历时期。虽胎体厚重，但器形端庄规整，此缸为康熙时期罕见的大器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及时欣赏到我每天发布的精美古董。您喜欢什么样的古董，也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告诉我，谢谢。